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2年11月18日，来玩这一款《寄心茶屋》，这是一款改编韩国治愈系网漫的休闲模拟经营游戏，于11月17日上午10点上线试玩。游戏中，我们经营一家饮料店，招待上门的顾客，手动操作做出来客户想要喝的饮料，可能是简单的热水、茶、咖啡，也可能是你暂时不知道做法的饮料。需要自行研究购买材料，甚至需要花时间种植培养。游戏的画风清新简约，音乐轻松，玩法也颇有深度，教学引导比较不清楚，日记中的任务也需要自行理解文字说明，这点玩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的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，来吧，寄心茶屋。第一天上班，这游戏还在测试吧？我来看一下哦。17号上线试玩 ，OK， 上线试玩。好，这种画风是比较清新一点的画风，有一些书签啊，也会有这种画风。好，把它摆上来。我们是茶屋的老板吗？还是经营？要干嘛？把空杯子哦，他是说指这个整个页面 ，OK。然后要移过来是不是？同时可以放四个杯子，好。这种经营的玩法就是你要点击啊，然后做茶叶给人家，做茶给人家喝吧。拿起杯子，然后新鲜茶叶，茶叶不都干的吗？然后加热水。然后做好了是不是？这也太快了吧。最近那个饮料店都卖的手摇饮都很贵啊，随便一个乌龙茶、乌龙奶茶就50元以上。OK OK， 喝不起啊，我都喝那个三合一咖啡包，或是那种茶包，五块钱不到的，两三块钱、一两块钱的茶包，直接买100包回来喝，慢慢喝。生活只有平淡如水，是吗？你要自己找乐趣啊，不然每天都很无聊。我就不会觉得每天很无聊，我就觉得每天好忙啊，忙着玩游戏好累啊，是不是？开玩笑的啦，忙着看那个小说啊，看漫画啊，看动画啊，很忙啊。欸，我们现在干嘛？他看他菜单是不是新鲜茶叶10元、啊、我要怎么做、啊、不会。新鲜茶叶好了，我会啊，我会，我刚刚学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点？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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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熊大上菜啊，熊大上菜。他就是那种他不算经营，那算是那种点击去制作。妈妈拿回来，他要喝咖啡是不是？那我们要做咖啡，我们当做自己是那个店员啊，店长。这种不像是经营，就是你是那个店员或是店长，做饮料给人家喝这样。这种就是要靠你的手速吧，但是他好像不太需要手速，慢慢玩就可以。然后购买这个咖啡豆，我没有用过咖啡豆煮咖啡，没有那么高级，我都喝三合一而已。那个你如果我有一阵子都喝那个摩卡咖啡那种咖啡粉，然后加牛奶，加自己加糖，
喝了一两个月吧。他怎么走掉了？我们刚刚在干嘛？不知道，他走掉了。啊，完成今日目标。然后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再喝三合一，我觉得三合一好像化学药剂哦，好难喝哦，因为它用的奶精不是那个牛奶啊，就觉得好像喝起来有点奇怪，然后不好喝，就这样了。你那个，如果你是每天用人家那一种煮的咖啡，然后加牛奶，然后有一天突然要你喝三合一，你可能会吐出来吧。完成今天目标五分之二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不知道哎，移动到大厅一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有东西耶，通过导航条进入大厅吗？我不会啊，我傻傻的。这个任务是不是？它是指这个吧，大厅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这个是做东西嘛，然后这是客人嘛。我们刚是这样滑动嘛，他现在是说你可以点这个吧。他爱心碎掉了，美式咖啡，美式咖啡，OK。机票哎，咖啡，这样吗？还是这样吗？这很奇怪哎。水加咖啡都在，好奇怪。这个制作方法是错误，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啊！这样做，哎，怎么换人了？我不知道他要什么哎。新鲜茶叶，哇，怎么办？我做太慢了啦，刚才讲话啊。很忙，很忙，很忙，很忙。很忙很忙，你也可以慢慢玩，不要管他。你又来了，新鲜茶叶对不对？做错了，可以取消吗？我可以多做几杯不新鲜的给他们喝。他好像有那个。这个图示是不是意大利浓缩咖啡？我哪会呀、啊？虽然不是我点的，因为没学啊。浓缩咖啡在哪里啊？我要学一下，学一下。刚刚那个学习菜单的方法在哪边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商店是不是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呢？因为我刚刚都在讲话啊，没有认真看画面啊。怎么学菜单呢、啊？这边是设定，是不是？玩法说明。这种浅浅的黄色、浅浅的绿色，整个就很清淡这样。然后听着这种轻音乐，这游戏就没有很紧张，就是慢慢玩这样，完全不理客人了。客人又来了，好了，给你啦，不要再来啦，妈，种植，感觉是这个啊，咖啡豆，日记。美式咖啡，意大利浓缩咖啡怎么做啊？这里可以加砂糖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我刚刚游玩的进度好了。好，回来，确实是在商店里面啊。商店里面这个挡住我。茶叶吗？水果，其他，
种子、土壤，哇，好有点复杂哎、欸。这边还可以卖杯子哦，我现在有300多吗？这个有小数点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什么有小数点。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咖啡黑咖啡怎么做啊？这个是茶叶呀、啊。他写非卖品哎、欸。哦，其他哦这里的、啊。可可、生姜、肉桂，买一下可可好了。黑咖啡要怎么做啊？不太知道。客人都离开了。新鲜茶叶，新鲜茶叶，我再玩一下好了啦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没有新鲜茶叶怎么办？我们要去庄园系统是不是？还要自己种哦？不会吧？我要自己种哎、欸，难怪刚刚那个商店那边有那么多东西。然后浇水，我们很忙，没有时间等待。使用时间推进是使用。使用一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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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直接日照了嘛，那快速成长。记心茶屋这个太累了啦，那个饮料店他们都嘛先熬好茶，他们只是加工而已，把那个原汁跟那个水跟糖加在一起。我们附近的那个有那种不是连锁的饮料店，他们有那种机器，你知道吗？就把那个茶叶倒到一个小的一个工具里面，然后去压缩浓缩，把那个茶叶的那个精华给取出来，瞬间就弄好。我之前都会去叫乌龙茶来喝，我就看他那边弄，把乌龙茶的茶叶弄到那个里面去，然后加热，瞬间就弄出来。他已经心碎了，因为我没理他。冷。没有加工过的茶叶，我、哦、这里有提示啊。我们要购买是不是读心眼镜？天哪，什么是读心眼镜？读心眼镜是什么啊？读心眼镜在这里哦。哦，看广告哎、欸。好吧，你真的要研究啊，不然我也不知道美式咖啡什么的。反正不要理他们也没差、啊。温水，你为什么要温水啊？我现在只会这样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要咖啡吗？放可可会怎样？可可茶哦，哦好像可可茶哦。一杯热水，我硬要给你可可茶。奶奶不在店，会说话的气人。所以奶奶是店长就对了，那这个小女生应该是店长、店员啊。奶奶是老板，好，气了气了气了，好，疗愈系的，还有钱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日常日记吧，这个完成了，我们买一个橱柜吧。买一个橱柜，它好像没有自动引导，可恶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吧，点一下惊叹号哦，点一下惊叹号就它就跑过来了，这样比较好吧，不然好累哦。
完成。点金刚号，它要扩建，怎么办？我、哦、没有爱心了，是不是？可恶，我没有爱心了，怎么办？安装冰箱，购买一个制冰机。制冰机，好，我觉得他的那个教学比较难一点，就是这个任务比较难一点，你要自己研究，他没办法直接跳过去，就你需要买这个制冰机嘛，我们来买一个，直接到商店买好了，商店可能是所有或其他吧。其他不在，那所有嘞？这扩建冰箱嘛，这里这样就有了，拥有一个嘛。游戏蛮复杂的哦，蛮复杂的哦，而且也不可能兼顾客人啊，那么忙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就。经营的游戏算经营啦、啊、然后已经有制作的部分，然后你也要自己去种植、哦、你要去种植材料，购买材料什么的，就什么都要自己来就对了。这边你就是要用一些加速器，我觉得什么都要花钱买有点麻烦，有点可能要花钱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